2022年是个竞争激烈的一年，因此灵活和正面的心态非常重要。只要做好准备，努力向前，就能够迎接风调雨顺的一年。在2022年，建议您多佩戴金属品，有助于增旺财运，让财富滚滚而来，过个丰收的一年。2022年是水虎之年，老虎广称为万兽之王，象征力量和权威。用999纯金打造出来的金虎吉祥品，设计既可爱又精致，也带有多种表情，含有不一样的寓意，例如平安、幸福、吉祥等。此外，这款金虎吉祥品也适合作为礼物，也可以让小宝宝佩戴。为了让自己在2022年运势大幅提升，不妨考虑佩戴金虎吉祥品，能助您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出众，在各方面的发展气势如虹。我是微风学的吴元良师傅 ，Money Max 和我在此恭祝大家万事如意，虎虎生威。